Yo, Mango Dango， 我是 Mango，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带来 Inside 这款游戏啊。那么我估计这款游戏呢应该也是快爆机了，也就是说快玩到最后这里了，所以说呢我看尽量这一关呢不尽量这一次呢看能不能一次性拍完啊录完。那么上一次呢是来到这个要过这个灯光的这一关，我估计这一关也是要来回那样子吧，就先去啊，把那个转一下，好跟偷偷的跟在后面，然后往下拉吧。哦，哦，原来放在这里。哦，我的，我被吊起来了啊，吊死尸啦！好吧，没关系，差一点就跳出去了。那么这关应该是先把它放到最上面挡住自己，然后呢再放到右边。对，没错 ，so easy。转到中间，啊，把我脚吊起来了。哎呀，不是应该吊脖子吗？吊脖子舒服一点，给我个痛快。又来了，又来了，这次肯定能过的。它这个光上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机器人吗？还是什么？而且只要全部照亮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照一点的地方？刚刚照到我，但没问题。OK， 赶紧过去。好，站在这边先等一下。好恐怖，好血腥，跳这边然后再跳这边，吼吼。然后我发现呢，玩完 Inside 这款游戏之后呢，再去玩那个 Human Fall Flag 呢就很简单了，这应该是要跳到这个洞里面，对了，就超级简单。诶，难道是让我下去吗？这有电，是会不会电死？诶，不会。哦，我也会电死我。进来路，这有光，难道应该没问题？这什么地方？上面掉的是，我没留意就掉下来。诶，关住了。这是哪儿？我把我掉下来那个洞关住了，那这边又可以出去。这边是水，水的话就要往下游，这边是可以。这，开了，先上去。换个气，然后，进去啊。这边是哦。这边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吓我一跳，然后钻过来，那刚刚那里应该就这么奇怪的刚刚那个地方，跳啊跳，啊就这个地方刚刚掉下去了，现在可以过来了，然后呢，我感觉上面是水吧，可是水。我现在是没有在水里面，那这个重力我是反过来的吗？难道？可是看后面的楼梯呢，又是上面是上层，但上面那个水呢，确实没有东西挡着，从那绳子就可以看得到。诶？哦，这没路了。洞打开了，应该就是用来漏水的。然后这边呢？这边可以跳下来。这边还有一个开关，这开关是把这个弄下来的，掉下来了。然后呢？你看好了 ，boom， 好吧，那我这里拉一下呢，是会怎样？啪！
哦，这里应该可以飞很高才对。我看它能飞多高，还是说是这样子？一二，我操！按太快了，应该是等它上到那个高度的时候，然后一拳把它打出来。哦，我就是负责搞破坏的。然后呢？然后他会怎样？诶，可以推，可以推。诶，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这里就只能这样子了。过不去，应该就是把那个推回去，推过去，我看一眼，推过去，这有什么用呢？推只能推来这里啊。哦，懂了，懂了，懂了。哦，升空，弄错了。应该放这里，对，然后拉一下，看我火箭准备升空了，倒数三，二一，哦，上去喽，诶，然后难道是要拉到这里？诶，好像是，好，然后这里准备关门。升空三二一，上去喽！呼！啊，哎，我想想那边，然后那个游戏叫做《Limbo》啊，还是什么东西？是 PlayStation 上面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一款游戏？我相哦，在这边，我相信如果大家如果有玩过那款游戏的话，会发现这款游戏很简单，因为听我朋友说那款游戏呢。在玩的时候啊，就一直死，一直死。然后有一个奖杯呢，就是说在死亡不超过5次的情况下通关，会拿到一个银的奖杯还是金的奖杯，我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金的。所以可想而知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换过来这款游戏，我觉得是，算是难度，一个是 normal，一个是 hard，然后这个是 normal，就简单很多。好，上来，点，哦，开门喽！诶，如果这里开了，那，这里上不去，可是，那什么呢？哦，我懂了，懂了，懂了。可是左边的那个那个喷射机有什么用呢？我试一下。好，先推到这里，然后拉一次，然后放上来，然后再拉。哦，哇，好恐怖！你看这些人就这样子被吊起来，哎，这头是连在下面那个机子上面的，我的天呐！哦，我操！他们还在动，他们还在动，真的好恐怖！这上面这个机器是什么？要不要这样子？这个没腿的，这两个也没腿的，好恐怖的游戏啊！而且我现在哦，忘记了，我游泳是没有这个气的。哦，这里我可以打开，这也可以打开。就是我不需要换气，我现在是已经死过的人了。这是什么？我拿住，我拿住，我掉下去了，GG。我把一个能量拿出来，那这应该是另外一个能量。可是刚刚右边那里又是，这是哪儿？这不会是
好恐怖！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啊？这，刚刚我那里又是干嘛的？还是说我这里是正常，就正确的道路应该就是这一边？我不知道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这个观众朋友，这后面到底是什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到底是什么？隐藏着什么秘密？难道要柯南来拯救大家吗？后面那个是什么？笼子里面装的是人吗？左边到尽头了，这里是可以拉的，那说明这个是有用的。然后一直往右拉。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我操！哦，那里面是人，那里面是人。嘘，别出声，出声就会被抓住的。后面那里是一个大人带领一个小孩儿。我操，他这样子就把人给带走了。好恐怖这个游戏！继续往后走，往前走，应该是。我是那个唯一被拯救的小孩吗？我难道我就是救世主啊？诶，我在水里面吗？没有诶。我等一下，等一下，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我是实验品吗？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这应该是 我可以控制的水位。哦，我现在在水里面。哦，上面是水。哦，这样子门就关了。上面是水的话，等一下啊，我游下来，游下来，呜，我靠，反重力，我屌！啊，不好意思说出口了，我反重力，我完全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反重力，科技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了。我操，真的是太佩服了，左边，OK，停在这里，然后我要跳出水面了，看这个反重力的现象，哇，帅，然后再把它放下来，聪明的我，再放一点吧，哎呦，那么门关了，OK。然后爬上去，跳起来，哇哦！看我在天空上游泳，哦，帅！然后再跳出来，反重力这个设计太帅了。哦，有声音了，刚刚那是隔音的。水下面是水雷吗？会不会炸的？会不会爆炸？没事没事，我这可以上去吗？不可以，一直游吗？我觉得是在下面，果然，下面我现在不用换气，那么我可以畅游海底。哦，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里有个人呢，我有两个人。那两个人走了，OK 下来了。哦，你喘什么气啊？你都可以，
随便游的这里。哦，这边，哦，我又到了另外一个这个池子里面了。这个反重力设计的真的是太棒了。这里有一个，然后前面是死路，就是说要跳上来，跳上来，让我好好想一下。说起这个游戏，真的是比那《Human Fall Flat》难太多了。它那一个就是一关一关解密、跳啊、爬、通过你动作什么，但这一个游戏真的是完全是靠脑子。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往上拉，哦，诶，我操！哎呀，围着我干嘛？哦，吓我一跳！哎，Hello，哦，好恶心啊！还有些没有头，没有手，哇！这比刚开始那时候还要什么？刚开始那还是有衣服穿，对不对？现在连衣服都没有，就跟着我。Hello，把我拖起来。嘿，一二，加油！不行哎，我地下有个手哎，我能帮他吗？哦哟，我地上还有手，还有脚。把水放下来，那我真的是救世主，I'm the hero，哦吼吼，我是救世主，没错，把我送上去，送到水里面，哇哦，cool man，他们在上面跟着我，我在上面游泳，真的是意想不到的这一关。科技已经发达成这样子，然后从这里跳下去就没错了。跳下去一瞬间，哦，我太重了，把他们压扁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那是工作人员，谁知道加入了我的队伍。来，跟我一起走，我们要去反抗，我们要反抗。我们要为我们的自由努力，加油！哇，这医院呢？要把我送过去，把我送过去。OK，谢谢。喂，他们都掉下去了。可是我也要掉哦。我懂了，是要他们先掉下去，然后我再跳下去，我才不会被摔死。果然是这样子，左边是没上不去的，把我送上去，快！好，谢谢。我要为了我们的自由而奋斗，我要解放他们，然后回来救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你们的。诶，什么情况？上去了。诶，我又上来这里了。可是他们怎么办？他们在楼上。是不是有个地方是有个洞的？这里可以下哦，在这里，大家跳下来，快！好，然后继续往前走，前面没有路，那么只能坐电梯下去了。没有错。
下去。他这些不管是男的女的就只穿一个内裤然后就跟着我出来混了，大家加油帮忙加油。喂，不是有一些人没有手的怎么办？喂，全部都跳下来了，义无反顾的跟着我，他们是没有理由的相信我跟着我。诶，你看这远处还有两个人在奔跑，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是个操场吧。嗯，到尽头了，把我送上去，好，你们就别过了，不要想念我，我就要去64号。烟还是有人刚刚吸过烟，然后还在冒烟，然后电话挂在这里，那些人在跑，难道失控了？烟挂在那里，说明立马就跑了。哦，里面有个人，还有红色的，也就是血。这实验室后面有摄像机，哇，这是反人类的，这是在做拿人做实验，肯定是出现什么事情了，就像电影里面拍的一样。哦，他看到我了。但他没有管我。哇，好多人，好多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OK。别管我啊，继续看你们的。我也想看啊，让我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好吧，我这里是看不到的。哦，那个人回头看了我一下，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别走，别走，别走。好，停在这，他们都不管我了，肯定是失控了。等我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 ，My God。这个游戏真的是设计的。OK， 爬上来了。哇，这个也是攀爬高手啊，看来是。智能打开，好，我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就是楼上的人也在，哦，一直在陆续过来，然后也往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躲过他们，悄悄的，悄悄的。差点就发现我了，吓我一跳。悄悄的过去。诶，不是我，我也想看发生什么事情啊！啊，死了！哎，没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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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跳下来，然后从这边，这边是死路了。诶，OK， 看到一个梯子，然后从梯子下去。这机哦，这些应该是那个机子是用来检查这个管道啊之类的。哦，小心点啊，平衡力不好都会掉下去。这是水的下面。哦。我要从这里打开吗？还是我要上去？不管了，我这水是一直往上吹的。
哎，一个，哦，别把我吸进去，两个，然后，哦，掉下来，啊，救命啊，救命啊！那他这一关就这样子了。哦，这里有个机器可以把它关住的。OK。然后再把这个打开。呜、哦。然后呢？诶？让我想一下啊，我要被吸进去，那么就要打开，然后快快快，在它哎好了，然后拉到最开的时候，放手。